最近很多人都在说大众帕萨特、本田皓影在经历了中保研事件之后，销量居然还可以过万。十月份的销量排行榜分别是中型车第七名，紧凑型 SUV 第十名。刚好亲戚有一辆帕萨特，我就借这辆帕萨特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他们还可以卖得那么好，分析一下我自己的观点。第一点，并不是所有的买车消费者都知道中保研。对于不关心车的人来说，他都不知道中保研到底是干什么的，尤其是三四线城市的买车用户，并不是人家不上网，而是人家上网也不会看关于汽车方面的新闻。就好比我这位亲戚一样，他买了帕萨特都1年半了，但是他根本就不关心这些。第二点，虽然这两款车的碰撞成绩不咋样，但是他们的其他方面优势还是挺明显的。这个有一说一，经历了这样的事件，它还可以销量过万，证明它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的，不可能全是缺点呀，对不对？卖得好的车，它一定会具备几个比较吸引人的优点，比如说品牌价值、动力、油耗、空间、保值率、内饰、外观等等。这几点呢，它正中了消费者的下怀，消费者他就关心这一些。就比如说空间这一块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帕萨特的后排空间。和我蒙迪欧的后排空间的差距有多大？给你们看一下。这是大众帕萨特的后排空间，大家看一下有多大、多宽。在20万元的价格区间，除了自家的迈腾，应该你找不出第二个比它大的车型。后排空间一向是本田和大众的强项。说句实话，如果说我不是一个修理工，我不懂车。我买车的时候肯定优先考虑空间大的，是不是感觉没有那么离谱？我给你们看一下我蒙迪欧的后排空间，你们就知道了。轴距都是差不多的，你看一下我的蒙迪欧后排空间有多小，腿部空间也就3拳左右，这简直就是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地下。这样的腿部空间，再加上这个车又比较耗油。那么这个车想要卖得好，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了。所以说，能看到很多车型，只要一到国内就变成了加长版，甚至是特供版。买车其实就是这样的，非常难以取舍。就好比法系车一样，安全性一直做得不错，但是销量就是挺差的。当然，在20万的价格，我肯定是不会买这款车的。因为我所追求的隔音、操控、底盘、用料，它几乎都不怎么样，所以我不会考虑。第三点，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价格优势。如果说这两台车它优惠只有几千块钱，那么很多人都会骂它。如果说帕萨特皓影最低配终端落地价格在15万以内，你相不相信提车的人会踏破 4S 店的大门？到时候什么碰撞测试啊，都会抛之于脑后的。有个词叫"真香定律"，是不是？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，碰撞测试成绩呢，当然也只能作为买车的参考依据。如果说你比较在意这一点，那么你就不要买；如果你看得上这款车，那么你就可以买。毕竟花的是自己的钱，更何况它也不是说一点优点都没有。买车嘛，还是靠自己。你觉得好你就买，你觉得不好你就别买了。好，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喜欢小徐视频的，记得点赞加关注，感谢收看。